章第十九。十二之二，此下文之曰：一，言犹过矣，君子之道，孰先传焉，孰后倦焉。辟诸草木，趋以别矣。君子之道，焉可无也？有始有足者，其为圣人乎？十三，子夏曰：事而优则学，学而优则仕。十四，子游曰：丧至乎哀而止。十五，子游曰：吾有章也，为难能也，然而未仁。十六，曾子曰：堂堂乎章也，难与并为仁矣。